今天好大的雾啊！看今天多大的雾啊！我的天！大家好呀，我是胖姐。今天我们回老家呀，回我老公他们这个老家。老家有一个亲戚，人家家的孩子过满月呢，我们回去去那叫什么？我们回去去吃请去，回我们那个村里头呀。今天好大的雾啊，估计路上走的挺慢的。不过我们老家离市里头挺近，十几公里吧，估计开车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大家跟我一块儿回村里玩一圈吧。往里爬，你爬那儿不动了。走，妞妞爸爸开车是吧？妞妞在等前面。这个就是我平时在车上录视频的一个支架。哎呀，妞妞也高兴坏了，终于可以出去放放风去了，是吧，妞妞？加加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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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坏了！哎呦哎呦，这马上要爬山了，马上要爬山了。只说，慢慢往家走吧。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个小娃娃，去刚生出来的小娃娃，那么点儿。小娃娃在这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生出来了，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了，已经。马上就到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快十一点了，还挺快的。其实那个路上没多大的雾啊，还行。到饭店了，看，阴村顺路驴肉。这个饭店在我们石家庄这块还是小有名气的啊。有没有本地人呢？知道这个饭店呗？大部分的石家庄人都知道，这儿吃驴肉特别出名。看人这门口马路边有好多卖这个烧饼和饸饹的，人们都坐这儿吃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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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餐区。妞妞，哪儿啊？酒。你喝酒吗？哎，这里头挺好的吧？看现在的饭店环境都这么好啊，真是。哎呀，这是这个饭店的后院，看跟公园似的。看人家这后院弄得多漂亮呀！我发现这儿有一个驴，这儿有一个驴。你给人扫院子呢？哎呀，人家这个后院还环境这么好，你看。以前是挺破的一个停车场，你看现在弄多好。哎，妞妞跑那么远了，给人扫院子去了。拿了两包糖，散场了。妞妞，妞妞，看，这么多，看这儿多火呀！嘿嘿，宴会结束，咱们开始往家走喽。嗯，妞妞，你吃饱了吗？饱了。饱了，那咱们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走了。累不累？完了。妞妞睡着了，走了，回家睡觉。